好心情还要怕，不管你说心里的迷茫的在盘算。击打慈济幼儿园，欢庆农历新年，年味十足，而爱护地球的心也没有少。这是我们做的乌龙，我们的乌龙是用回收再利用的塑胶袋来做的，这样还可以保护地球，地球才不会肮脏。小朋友，请问你们今天做什么？有火锅，有甜品，孩子们亲自下厨的团圆饭，别有一番用心。今天我学会包的卷，我回家我要包给爸爸妈妈吃，这样叫大家一起来吃醋。我们今天是吃素的团圆饭，我们不可以放肉，也不可以放鱼，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爱护地球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好运旺旺来，喜喜欢欢，虎年吉祥。新年围炉，尊重生命，也爱护环境，让新的一年更有意义。大爱新闻尤建贝，马来西亚报道。